你不要这样！停！蒋毅跑得太难看了，帮子夜打了全巴掌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组完蛋了！怎么回事啊？你不要这样！停！蒋毅跑得太难看了，帮子夜打了全巴掌，回员外再来一次！再来一次！可不能这么演啊！再来一次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拍的那么……小杰，你拍的挺好的，这导演不行。哎，你这边坐坐来，快点！准备，开始。怎么回事？你不要这样子！停。 演得很差，再来一次。哎，秦老板，秦太太，你们来了。好，导演你好，辛苦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王导，您辛苦了。应该的。各位辛苦了。各位辛苦了。老板辛苦，老板辛苦。今天晚上我跟松平请各位吃饭，大家都要到。哦哦，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那个女演员方子一，你就不用去了。 好好看看剧本，还站在那干嘛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再来一次。各位，晚上见。谢谢老板。哎，咱们来给继续开工啊！哎，把东西拿过来啊！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还好，还好。 收留那么个人，什么？那个江浩然，他和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为什么要收留他？他来我们家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吗？还有，他整天游手好闲，经常让人骗，这次连豆豆的医药费都被人骗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为什么要收留他？怎么说这话呢？我说错了吗？ 东西你不懂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谁叫你说这话了？不喜欢的话，为什么不赶他走？宋平，宋平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 宋平，你说话呀！你到底什么时候跟他离婚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正在跟他谈。谈谈谈，都谈了那么久了，你们有什么进展呀？这次倒好，他居然还跟来了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我脸色看，哼，他算什么东西啊？宋平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走了。哎，宋平，你别生气吗？ 宋平，我是因为爱你我才这样的。我每次看到你跟他在一起，我就真的很不舒服，我好想杀了他。子怡，我跟你说，虽然我跟他之间没有感情，离婚是早晚的事，但我不想去伤害他，而且你也不能伤害他，你要学会等待。<笑>我都等了那么久了，难道你要我像他那么老了你再娶我啊？ 我不想再等了，我等不了了，松平。
回来的。帮我看着东东，我很快回来。江浩然，大混蛋，窝囊废，敢骗我的钱，那全都是豆豆的医药费啊！看我找到你，一定打死你！一块五啊，人家那边一块。离婚的事我不是开玩笑的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豆豆，豆豆，妈，干嘛？帮我拿出去吧，小心点烫啊！好。秀妍，需要帮忙吗？少来这一套，滚出我家！秀妍，你现在让我滚出去也不是办法。我们应该好好谈谈。谈什么？秀妍，不好谈的。哎，谈什么？哎，秀妍，哎，秀妍，谈什么？还要谈什么？你却相信一个骗子，你却相信那个包大头啊！骗子头上没刻俩字骗子，我怎么知道吧？我这不也是想为家里多挣点钱吗？你还顶嘴！小声点。跑到爱人做作业了。我做完了，你们继续。安然，你看你的脾气比我都大。我女儿怎么了？他也知道你欠揍啊！哎呀，秀妍，你不要再打打杀杀的了好吗？你现在把我赶出去，钱也是还不了的。我觉得这个问题，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方法来解决。用理性的方法是不是？是。好，就用理性的方法。阿然，
拿笔，拿纸。写欠条，你欠我3000块钱，五分利。如果你可以还的话，我可以放过你；还不了的话呢，你就永远在我们家当免费的苦工。秀妍，不是，我们好歹都是在同一家孤儿院长大的，你居然对我放高利贷，五分利，你太狠了！你自找的。我也是想为这个家多挣点钱而已嘛。闭嘴！要不你就写欠条，要么就给我滚出去。妈，别吵了。哦，你还跟他说什么？赶他走就是了。安然，你这孩子太没良心了，真的，你跟比你妈都狠。她不是我妈。孩子都有饭吃，不止今天，以后你都只喝粥。秀妍，我干的是力气活，我要是没力气干活，我怎么挣钱？我要不挣钱，我怎么还你钱吗？你现在就把钱给我，我就煮鲍鱼鱼翅给你。哎呀，你知道我现在没钱吗？没钱就喝粥。你病了，你多吃点。叫，好不好玩，豆豆？叫，干嘛呢？让我再玩一会儿嘛。不玩了，你看都什么时候了？你看你，现在全身都是汗。叔叔晚安。晚安。走了啊，秀妍。我人有的时候总会糊涂嘛。我看你啊，没有不糊涂的时候。我也只不过是想。睡觉吧。吗？啊，我们现在需要按摩师，在锦江酒店1208。现在这个时候要做按摩啊？对啊。要加钱呢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啊，我现在就过来，再见。太太，晚上好，很高兴为你服务。啊，来得这么快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早到了吗？啊，没有，正好，我先换件衣服。啊，哎，让我关，让我关。哦，麻烦你叫服务员把它收一下，扔掉好了。太太呀，这些食物都没有碰过的，丢掉很浪费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可不可以把它们打包拿走啊？啊，可以啊。你收起来吧。谢谢，这么大方的太太啊，浪费是罪的。
我都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。喂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我问你是谁？你又是谁啊？我的脸在这儿，不是在这儿。喂，美芝，我给你们换衣服，你不会想偷看吧？啊？怎么了？又有人想偷看你换衣服？我是过来换衣服的，换完衣服我就走。你们认识啊？